上一集里呢，师父谈到自我成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自我消融，而达到自我消融的境界呢，是完全没有烦恼，智慧无边，慈悲无边，这样的境界好像只有佛菩萨才能达到。那是不是说只有佛菩萨才需要追求自我的消融，或者说自我的消融对凡夫来讲是做不到的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大家好。是师父，听了您上集的开示以后，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只有佛菩萨才需要自我的消融，那我们凡夫能做到自我的消融吗？这种观念对我们有用吗？的确是在我的社会经验禅修营的时候，我也是谈这个问题，谈自我肯定、自我成长，然后自我消融。因为时间有限啊，这个只有2000半的时间，不到3天，所以谈这个问题，我是尽量的讲，尽量的讲啊。可是呢，让大家听了以后呢，就感觉上就是跟你一样，就是哇，这个自我肯定大概还可以了啊，就是自我自己肯定自己嘛。然后呢，自我成长大概可以了，改变自己的观念，成长自己这个优点，改善自己的缺点，哎，可以了。哎，这个自我消融啊，是大概不容易，因为我们这个自我与生俱来，根深蒂固，这个怎么消融的呀？动不动就是通常都是讲我是，不会怎么讲。怎么可能讲说无我？假设无我或者是自我消融以后啊，你吃饭要不要吃？睡觉要不要睡？钱要不要赚？工作要不要做？那这个是错误的一种想法啊，错误的一种感受。还有呢，认为这个无我或者自我消融之后呢，就是佛，就是菩萨，那个层次太高了。因为要成为佛，那我们普通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佛？成佛还早得很，普通的人要成佛那个时间蛮久的。是啊，就是成为一个菩萨，这个凡夫的初发性菩萨可以了，要说大菩萨变成当时变成叫做无共用，或者是变成了无生法忍的那个我上一集里边讲到说无上法忍，动在恒动，静在恒静，烦恼永远静，这永远静止，慈悲和智慧永远在互动，那这怎么能做得到啊？这个一般的人做不到，的确是像你问的问题是，我就觉得我做不到，很有道理。但是，我讲能做得到，能做得到，要不然的话变成空话，我们讲他也不必讲。是。所以我也曾经问过一位长老，一位法师啊，我说这个佛的境界，或者是大菩萨的境界，能不能够解释，能不能够说明，能不能够让我们学习？他说你不要做梦了，这是凡夫的层次，你这个要想了解这个佛的境界，这个佛的修行法，或者是大菩萨的一样一个修行，这个话是对的，话是对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呢，有没有听他说过，色不能止，心向往之？是。还有呢，我们可以有个预备阶段吧。嗯。我们预备着要到这种自我消融去嘛，所以自我成长的阶段就是要有自我消融的。那我是提出了几种方法，其实这个也不是我发明的，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边呢处处都在说，这个很简单的，每个人都会。比如说要自我消融自己，你消融0.01%也好吧，你0.02%也好吧，那99.999%，那就是大菩萨了哇。所以是呢，我们总是在凡夫的阶段呢，就少一些自己的自私心，
多一些呢慈悲心，少一些烦恼心，多一些智慧心。那我在前几集里面也讲到了，当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出现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用观念，要用方法来调整它，来疏导它，来给它化解它。这是不是算这个自我的消融啊？所以自我的肯定的同时，就是在自我消融。有的人这个动不动啊，就是非常的骄傲，非常的自负，非常的自大。这个，但是听过佛法以后，要他惭愧，要他谦虚，要他能够啊，知道自己的缺点。是。而自己的所有一些的成果和贡献，都是许多的人共同啊一起促成的。因缘和合。啊，还有呢，是环境的，所以时也时势造英雄，因为时势的环境呢促成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说。贵人帮忙完成的，因此呢，就会转变自己的观念。这个几天禅修之后，这种傲慢的心、傲慢的习气，就渐渐的转变为有一点的谦虚。不会这老是自己做这个自己很了不起，所有的人都吃他的饭，所有的人都是啊因他有日子过。那他不会这样讲的。那么这样子一来，是不是说自我能够减少了一点？自我是不是啊，也是就是消融了一些？是。可是师父，我在想，那只有自我成长就够了，因为你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也是在消融自我。那为什么一定还要最终一个字？那是方法，一个方法，一个观念。这个轻重不大一样啊。是，用的法门也不大一样，是用的方法也不大一样。比如说我在讲自我消融，是用惭愧心的，用谦虚的心的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自我的完成呢，是从自我肯定到自我成长，最终呢是要自我消融。也非常欢迎您在生活里面实践这样的过程，更欢迎您在下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